星光大道比较紧张。那这是我们文学艺文事有限公司出版的首张专辑《海风的牵引》。那这张专辑它是由录音师王家栋先生，他所录制的。那制作人林少英老师，他为这张专辑制作呢，他已经筹备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他的脑海中。那这张专辑里头呢，我们其实所最重要记录的是属于台湾自己的故事。那我们认为就是音乐没有国界，就如同我刚刚所在舞台上所讲的，音乐是最美丽的语言。那这张专辑呢，我们也用东方的乐器二胡，那横贯了整个专辑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接下来。